上个月跑了仨，全给抓回来挂在城墙上，让方都给追干了。总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你真跑出去要怎么着？这年月只有两种人：兵和老百姓。甭管落在国军、鬼子还是保安团，还不如干的是一样的活儿。国军不一样，没啥不一样，到哪儿干都吃不饱饭。 打当兵的，谁给饭吃就给谁卖命。你瞧上头这些国军，这有什么呀？快点干活！开炮喽！啊！给我拿刀！给我！ 能趟哪去？在这以后，贩子就不错了。你别领大伙去送死。但是咱们现在干的这些事儿，都是帮着鬼子对付自己人的，助纣为虐。我呸！国军和鬼子都一样操蛋，把俺们都扔着，自个儿却跑了，一群脑崩。对呀。 一般闹钟，你记住，国军不是闹钟。 陈峰，别喊了，我在这儿呢。陈峰，我已经把绳子拴在树上了，赶紧抓绳子出来。 别动！你这干什么呢？啊！你去死吧！啊！别动！哎，你还能走吗？走吧！永远记着，你们头上顶的是青天白日，别再昧着良心欺负中国人。 累死小爷我了，累死我了。
把枪扔了。去，拿在手里多安全，好不容易抢来的。放炮的，哎，子弹搁哪儿的呀？我找半天没找着啊！娘的，怎么子弹没？等等，你给老子说，你是不是把子弹藏起来了？你说，老子说，不是我藏的，这都拿回来时候都这样的，子弹去哪儿了？谁？我知不道啊、你跟我说实话，是哪个兔崽子搬回来的？说，谁？谁？你把的呀？谁？大盖的子弹中没？不行吧，步枪和机关枪的子弹它也不匹配呀、啊。哎呀，那咱费这么大尿劲把它扳回来，光枪没子弹，你说？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啊？还说呢！你都把我急死了！你等了你一晚上都没回来，说给我买吊炉烧饼，你就是骗人！你第二天我就四处找你，直到头天夜里，并没有发生什么枪案，又看到一些士兵到处抓壮丁，我就一路寻来。我想里面肯定有你。难为你了。哎，我怎么就不明白呢？啊，就凭你这身手，当时手里还拿着枪，你怎么就给别人抓了呢？啊？因为他们身上穿着国军的衣服，我实在是不忍心下手。新式武器到了衡水，准备对付冀中地区的抗日力量。这批武器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杀伤力极大，我必须想办法破坏。但是靠我一个人肯定是他娘的不行了。就算你从山西搬来救兵，那也没用。衡水是鬼子的腹地，你们国军能打得进去吗？再说了，谁会凭那三言两语就冒着那么大的险跟你干啊？从这儿到山西再到衡水，那少说也得半个月。等你的救兵搬来，花花菜都凉了。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不管。我有办法，回武义找你打本事啊！我可没那么厚的脸皮。哎，什么叫厚脸皮啊？这打鬼子是每个人的事儿，那帮人都是有血性的汉子，肯定会答应的。这武义离衡水挺近的，咱们现在折回去肯定来得及。去过衡水。哎呦，
要饭的时候，从那儿走过。哎呀，你想不想办成你的大事了？你要想办成，就得回去找他们，别婆婆妈妈的。走，快走啊，走。哎，公主，你这明明是个马，咋当猪使？油吃马呀？那你这个是啥？这个也是马。我刚才明明吃了那个马，你到底有几个马？别吵吵，别吵吵，这把俺闹得活炖的是。咱队长就要回九纵了，有要捎话的没有？有有。哎，你咋把棋下完啊？这儿都不是一个，还跟你下棋呢。下次再说，下次再说。我日！我都要赢了。你们这是做啥了？没子弹，带这大家伙跑呢又太沉，让村里借副棺材，拆了啊送回去给九纵。还回去做生意？哎，聪明。那咋不跟我说了吗？哎，你们回去这生意做亏了咋办？你瞧把你能耐，太没你还不开账房了？不行。这趟就带着我，对，放着。人呐，去拿白面跟村长换一份腊肉，一坛土勺。干什么呀？给你找媳妇儿下聘礼。得令了，走喽，走喽。到了，哭吧。姐儿，出来吗？哭，俺这哭不出来。哎，停停停！死了啥人啊？是我大舅，他爹。在哪？八二三啊？山西榆次。这么远的道，到了还不臭了？祖上有规矩，人死了回老家安葬。哎呦，看到几个？哎，哪个？老总，一会儿开了棺木，你别怪咱。我大舅他是得瘟病死。哎，你才叫咱不早说了。太君，太君，这人是得脏病死的，脏了，臭了。看了，你会得病啊！还不赶紧走！这家爹死了，我爹活得好好的，你爸不说你爹死了？下回说我，下回说。现在呢，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报告，潍县的李大本是回来了，还带了一挺重机枪，大伙都在闯院里围着看呢。哦，走。看看去，大算盘，这宝贝儿你也舍得交工？一天天的庙要归公，俺们县大队向来都是遵守纪律。说说，你可以吗？好，长大的不错，您啊教的好。好，进屋吧。哎，要完工了啊？该请赏了吧？嗯。你看你老这话说的，这队伍这不是实在揭不开锅了吗？肚子饿了，就到伙房去吃。你们两个撑死了算，要人要枪没有？不是那个司令员，那您要这么说，我得跟您道点心里的话了。说本来咱在老三团吧，算是主力，后来呢，咱脑袋别裤腰带上，养护九纵司令部安全转移。那您老呢？不论功行赏，这也就罢了。嗯，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咱成县大队了，连个正经番号他都没有，跟民兵没啥两样啊。那好歹地主纳妾，那还有个名分呢。咱这穷的实在是不行了，弟兄们都快光屁股了。九纵再八路军咱，那老百姓以为咱八路军是假的呢。你少跟我这油嘴滑舌的，我告诉你。我这一条多余的枪，一个多余的人都没有。
咱这不是换吗？这门口一挺野鸡脖子，换您20杆长枪、1000发子弹，这不算多吧？你大土豪呢你？这不是跟您商量吗？有商量。放吧，拿着皮球进岳不领家伙去，瞅着，八条枪枪5万发子弹，买卖咋样？走，吹吹呀！现在想着拿，别拿次家，我听着没？我来吧。时候从鬼子那儿缴的，耐久了，你们弄我来几门了？几门？我告诉你啊，九纵3个团这么大片根据地，就这一门小祖宗，都指着他撑门面呢。那你天天给他烧香了吧？哎，天童算盘，还要不要啊？赶快过来过个数。不忙不忙，我去其他茅房。哎，什么毛病这是？老高，大本人呀！哎呦，你现在可名大了啊！这团里可嚷嚷遍了，这仙大队成立不到一个月，就整了挺野鸡脖子回来。野鸡脖子不行，算啥呀？我要是这都讲出来搅和的，谢狗得气死，不合适。哎，你小子，那个三国收肉了吗？收肉了。我告诉你啊，首长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你给收藏好了，别哪天哪个小子不识字，再给你搭开定纸给你擦了。那还兔崽子敢，老子崩了他！啊！你小子就识字班里识那几个字儿，看啥三国呀？得学学啊！你说这刘备、刘玄德，要啥没啥，打仗不行，武功不行，凭啥那么多有本人跟着他呀？咱得学学。你本事，哎，老高，啊，请我喝个酒，再来的时候送你把路子，敞开喝，走走。老高啊，怎么着也得有点荤腥吧？那肯定。哎，算吧算吧算，走，喝大酒去。你也来了，走走走走，跟个走跟个走。干啥呀？天上掉下个大馅饼。走，好，走，不是，走。哎，路子，放心放心，我跟凤儿等你啊，等等着等着我。换那些枪不要了，不要了，咱拿来换钢炮。你想想，因为啥让这帮人小看咱们仙大队了？他们都以为咱们是像马一样的。谁说的？谢猴子杨开球，他就是嫌弃咱不是主力，没名没分，有了炮，谁敢说咱不是主力？咱就说了哈，不必多添了几根枪社会，那是咱的脸面。李大本事，你可真敢看牙呀！牵了只羊来想换我的大将，就一门炮3个团，个个都红着眼呢，怎么也轮不着你呀？没说要啊，借借大借条的，大借条的。说得好听，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是吧？那哪能啊？人您把我们发配到鬼子眼皮子底下，我们呢也想给您争点脸，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门面都撑不起来，这兵都招不上来，你这是多少日子了？这半年都没招上一个啊，半年了都没招上一个。你要说不借那是吧，那也就不借了。可是这风言风语是咱听着受不了。都说你们什么了？说我们现在对后娘养的。谁说的？谢狗子呗。谢狗子？怎么能这么说？5天就借5天，借五天，李军令状，李军令状，5天之内我打下小包庄，打下小包庄，缴获战利品，现在对司令部一家一半。我告诉你，这门炮是咱们九纵唯一的宝贝疙瘩，如果出了半点差池，
我拿米试问。骨烧腊肉呢？都送出去了，完了两箱送榴弹，叫他不挨卷的，都放在大车上。好，好。哎，我说，这比见到新媳妇还亲呢。哥宁愿不要媳妇，哥宁愿搂她回家。炮弹呢？炮弹来了。就给一发呀？啊，就一发。这也太抠了。你到底想要多少？咱们一共才三发炮弹，这每批一发都得经过司令员的同意才行的。这给你们这门炮，我还舍不得呢。再给一发。你到底要不要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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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谁说不要来着？那个还有个事儿。什么事儿？你叫我把这炮拆了啊？拆了？拆了。完了你们再叫我装上。这大五星黑下的，你到底领哪么开杀去？到底是啥宝贝啊？咋把你乐成这样？操实的嘛！跟你说，这个东西真是个好东西。你们是没拉结，本是吃喝拉撒睡，半步都不理他。到底是啥？你快说呀！好东西。能手，老子还不伺候了，去！哎，别走啊！别拦着他，老子一参军啊，住的就是炮营，对这炮筒子比对自家炕头还熟呢。我石头，不行，吹牛皮的，真能使唤。吹牛皮，方圆五里之内是哪打哪。吹牛皮，行啊，娘个求他，打小毛主，小毛主，哎呀！那你的二哥子可有一个脸了，那真要打也得等天黑了半夜了再起。啥天黑打呀？天黑打那叫怂，白天打让四里八乡都得知道知道，在武义待的是八路军主力。闭会儿眼睛吧，天亮了还得赶路呢。明天下午应该就到武义了。睡不着。今天这一路你都在打瞌睡，几次都差点掉在泥沟里，这会儿有精神了。就是睡不着。哎，你给我讲个故事呗。我不会。不会讲故事。那你讲讲你自己也行。我有什么好说的？哎呀，你就讲讲嘛，可能你讲讲我就睡着了。哎，你是军校出来的吧？是黄埔还是保定演武堂？都是。我原先读的不是军校，是清华建筑系。清华？哎，那你什么时候参的军啊？不说拉倒。切！37年。
沟桥事变，我和我的同学们就支援报名，参加了29军的训练团。谁也没成想，连军装还没穿上，就跟鬼子在南苑交上手了。那差不多是咱们中国人跟小鬼子打的第一仗了。当时把枪发到我们手里，不到4个小时。就跟武装到牙齿的鬼子干上了，很多同学连枪的保险都没开，一天打下来，人全没了，整个部队连我在内，最后就剩下了4个人。对不起。有什么对不起的？打仗嘛，就是要死人的。你活了3年了，仗打的太多，人也死的太多，麻木了。那后来呢？哎呀，后来我就被调来调去，最后调到了98军。中条山一战，当时整个军队几乎被打绝了。带队的50名将军以身殉国，连98军的番号都差点撤。我就又被调到了冀中的游击队。其实当时谁都知道，我就是个炮灰了。但是我挺下来了，在鬼子的心窝里打，必须得打赢，因为我要活着回2战区，我要活着回去告诉他们，98军没有死绝，只要有一个人活着，98军就能站起来。你一定行的。国军，我说的是你。哎，国军里面天天都在谈报国，但他们都只是在想，要么就是在地图上谈。抗战打了3年多，我们是一败再败，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军人都太聪明了。其实我们的装备虽然比不上鬼子，但是比八路是强太多了。结果呢，我们被赶出了华北，八路站住了脚。如果这次我能跟李大本事他们联手，我想好好和他们学学他们的游击战到底是怎么打的。可能他们的笨吧。装的讽刺，那可是一个排都被八路给端了。这以后，你是不是应该再多加2手啊？拿讽刺跟我比，扯他妈蛋！看看我兄弟手里的家伙，今儿他来多少人，门口的空巢我就摆了多少具尸体。他们说来多少？
婊子。让八路给端了，听枪声，他们好像也有重机枪，而且不止一挺，点射从未停止。这他妈这样，不像是土八路啊！怎么办？快点打电话让日本人增援。都给我过来！怎么就五声啊？实在是没了，都精神了，给老子站起来！教官、先ほど航空より電話が入りました。体は本当に八六五の視力。はい、そうです。バカ野郎、あいつらはいつも嘘ばかり。あいつらに相手の人数と武器を一応報告してくれ。队长了，时间到了。连长，我看这帮人他们有点来头，一般的土八路和游击队他们哪有这副行头？你看看他们从头到脚都是全副武装，闹不好可真是主力。主力怎么了？我跟八路交手这么多年，充其量看他使花机关，就没见过他们使炮。我这攻势还能死扛一小时，到那时候日本人早就来了。哎，是，跟日本人联系上没有？连长，日本人说，让咱把八路的武器配备还有人数先调查清楚了。队长，这一分钟时间也忒长了。我知道。被他娘的逼老子动真格的！一分钟时间到了，石头别跑！
不是瞅见咱这炮了吧？能瞅见？你别戳他了，瞄准吧。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给你们最后的机会，俺们八路军知道你们跟日本人混也是被逼无奈，给你们留个全尸。真他妈撞了邪了！董一鸣，告诉日本人，八路有小山炮一门，重机枪不少于两挺，肯定是主力，人数报300。好。喂喂，太君，我们查清楚了，山炮4门，重机枪8挺，人林子里都满了，人最起码有1000来号，赶紧来吧，再不来真坚持不住了。你，攻击が始まるかな。大砲持っている。はい、大砲は4もあります。八路軍の戦った。今まで相手の大砲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はないな。大砲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は信じられない。この軍勢は兵団以上の兵力のようで、しかもエース部隊に違いません。このような部隊は突然として小北条に現れたのは、決してただの拠点攻略のみではありません。おそらく彼らの真の目的は我々を引きつけ、そして殲滅することで、仮に我々の部隊がその町に出たら彼の包囲網に陥ることになりかねません。あれはいい技じゃないだろう。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都是爹娘生养的，那命怎么那么不金贵呀？你八路也不怕把牛吹死，捡了个破大炮你吓唬人？你们说啥？说咱的炮是假的呀？啥？假的？石头，咱还就这一发炮弹，能成？放心。连长，你就别惹他们了。他们要是真一开炮，咱们就全完了。扯他妈蛋！我就不信他这炮是真的。八路里边有人会使吗？日本人咋还不来呀？连长，日本人说，让咱死守小黄庄，说是要站到最后一兵一卒。大导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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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大导演，